按我们的计划走。未来说吧，杨梅，你我从来都不是敌人，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践踏我们祖国的日本鬼子。我要是能早点跟你联手，就能多杀点鬼子。可惜现在太晚了，现在明白也不晚。我背你，我们一块杀出去。这个地儿，慢。
雷兰同学，这个应该熟悉吧？昨晚，童子清同学为了救你死了，张北也为了你拼命，你什么都不肯交代，但是只要你的存在，就是他们的地狱。不断把你的破绽卖弄出去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张北很快就受不了这种煎熬。我倒很想看看张北这只无知的小蚂蚱究竟能蹦多久。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，无论是那只小蚂蚱，还是你们的王老板，什么杨先生，都将在我的脚底下惨死。看着童子清的遗物，想想我说的话，先生，开会的事儿已经决定了，地点在永和饭店，时间是大后天，也就是6号。与会人员都是满洲国反抗组织的头目，很多代表今天已经出发了。他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开会，会议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摧毁满洲国的军工生产，特别是化学武器。但会议的内容就无从得知了。他们这次会议会以商会名义作为伪装，安保工作做得极其细致。当然，安保工作是由在下负责。他们妄想国民党方面的王参谋和共产党的老杨也会参加会议吗？那是肯定的，他们是主要负责。他们以为在张村基地搞了点手脚，我们就会害怕的吗？他们都将死在化学武器之下。你说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效果会怎么样？我想他们一定会谈之色变的。我相信很多人会像我一样，在审时度势以后为帝国尽忠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你负责安保工作？对。那就请你在会场安置化物炸弹。啊。
这恐怕有难度吧？万一被识破了，郑某就……郑先生，请放心，你会如期按约在你的中立国账户上收到帝国的赏金的。 王老板，请放心，通过最近一系列的事情，我也受到了教育，必须精诚团结，才能打败日寇。对于来参加会议的代表，我会格外的照顾。王老板，郑先生公务繁忙，还是由我来负责吧。我心细，绝对不会让日本人有可乘之机的。魏兰来负责，我倒是没什么意见。田明，你看，这次的事情是重中之重，田明还是想亲力亲为。 魏兰同学，想通了。
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。来，我们慢慢说。我有的是时间。你想知道的那些有关反抗组织的一切，人员、地点、联系方式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我跟张北见上一面。我和张北会在市中心的广场上见面。先到客房休息，开会之前我会来找你的。大家好，请。对不起，检查一下行李箱。箱子里带的什么东西？只是一些你代表的礼物。请柬带了吗？稲子は切った。亀島さん、すぐに警察庁が電話した。ジャンベは一人で広場でいた。亀島さん、やれますか。奴らに合わせる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。
あいつはステージに着いたら包囲してくれ。はい、はい。おい、说好了，永远都不分开。跟你在一起，不管受多少苦，我都不怕。谢谢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爱，教会了我怎么爱一个人。我一定会带你离开的，张北。你还记得这个地方？这是我们经常约会的地方。你还记得在学校里唱给我念的那首诗吗？我记得，朝霞佳人。门前壮士，气如云；仓皇不复，君王意。独有虞姬与郑君。能见到你真好。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。川岛，川岛，我就在这儿呢。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吗？你出来啊，出来啊！川岛，你忘了。
你忘了我跟你的约定了吗？如果他死在我的面前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他对你没有用。好，那咱们俩就死在一起。别让我死的没有意义。 你知道我一直在坚守着什么？你是我的英雄，你不会让我失望。你放心，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我不会灰心的。我等着你来救，但不是现在。 陈导，他如果死在这儿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看我这本事，要是我你给他。 Thank you.
被冰上的。こんなひどい状況だったんだ。あいつもね。장배니何か言うた。장배니아무것도없는데何発見。用事がある。将軍のところへどうぞ。てめえが死ねえ。てめえはすんごいよ。やれ。はい。ちょくそ。カカ、お耳ですか。川島君、今回広場で多くの人と武士を使って、なんで俺に報告しないのか。ジャンベラが逮捕計画だと思います。今まで私は担当しておりますので報告しなかったんです。人を捕まったか。千人以上を使って一人も捕まなかった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君に失望だ。稲のことはあんなに調べたのに全然死んでもないし、しかも合同と合意してキャンツン基地を破壊した。帝国に巨大な恥を受けた。それに後悔しないで若ままでバカバカしい計画を実行している。君の誤りで軍部は免職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。今日から全ての行動をやめろ。調査を受けろ。カカ、全て私の責任どうか存じております。しかし私の忠実心ご存じと思いますか。現在私は大事な計画を実施している最中でございます。成功すれば今まで損失の全て挽回できるんです。しかも満州国内の反日勢力を一掃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。カカ、もうちょっとチャンスください。どうか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もういい。軍部の命令が回収する子はない。自分を証明したいなら自分の力でやれ。川島さん、お前なんで来たの。バカ者にしに来たか。俺も全て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ぞ。離れた前、最後に教えたことがある。最後の手伝いかもしれない。万人の話によると、ジャオラはウェイルと連絡したことがある。微澜姐，谢谢你教会我怎么去做一个中国人。이왕면역이야。
情况怎么样？暂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张北呢？没有消息，但是鬼子在全城展开大搜捕，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终止了搜捕行动。据我们情报部门的同志反映，终止搜捕行动的命令来自他们的高层。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这样，一会儿开会的时候你要仔细留意周边所有的人，尤其是张太平。等会议一旦结束以后，我们立马展开营救行动。是，现在各路的代表都来得差不多了，会议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进。公子。郑先生，川岛先生说了，把他放到会议室。如果做不到，你们得不到你们想要的。我这炸弹我已经启动了。啊！朱学长，怎么办？马上召集他们开会。可人还没起呢。时间紧迫，谈不了那么多了。ごめん、カムジュンさん。将軍の命令は伝えた。今はもう面食された。今入ると将軍の命令が必要だ。てめえはこれ将軍の命令だ。しかし将軍の命令はもらう。うじゃあ、ウェイロもすでにお前に撃ったでしょ。